兔确实有个地方不能吃，就是它的软骨。这个白的老铁们千万一定不要把给它摘掉哈，这个是它的大米，这是可以吃的。你像这个吃的时候给它摘掉，不是塑料，这是它的软骨，就跟人的脊柱一样。老铁们，这个吃了不消化给它摘掉，这个老铁特别有营养。